你怎么了？你要不要玩？你有兴趣啊？大家好，我们是今天的 star party。 哎，好兴奋哦！我们今天来做什么？我们今天来个猫咪娃。哎，我们去看看一下。这只都没，好像洋娃娃哎。Hello， Hi， 这是 baby。 哎呦，这只很美，这只很美，很乖。你看，他不要我们打扰他们嘞。你不要打架啦。觉得他们在开会。Hello， 一号。OK， 这只啊，他的脸很小，可以来拍戏耶，像伯尼的脸一样小嘞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看他脸这么小。像你姐姐，她跟我很像。跟你一样，眼睛大大的，你看。我完全没有想过会跟像妍姐哦一起来看猫这种事。是咯。其实以前哦，我很怕猫的。啊。我连动猫或动宠物都是那种我很害怕的，因为我不敢碰宠物。为什么啊？我觉得它们很小很懦弱，我很怕伤害它们。你现在喜欢猫吗？我现在很爱它，我超爱它，抱它。哎，你看这只猫眼睛蓝色。哎 ，Hello， 它眼睛是蓝色的。哎，宝妮，你进来电视台多少年了啊？这是我第十一年。这么快啊？跟向云姐比不上什么。我记得你那时候进来的时候，我们拍一个戏啊，《老友万岁》。我其实跟向云姐，就是合作的不多，不多哦，就一个长剧。我们就是好像擦肩而过这样。啊，十一年也不少嘞，有没有好玩的事情啊？有看到自己的成长，然后也是挑战重重。当然也有泪水。也有开心，也有难过，也有低潮、高潮的时段都有啦。是，因为我可以感受到你说的话。我每次看到向云姐，我都很佩服你，因为我觉得要保持这股热忱啊，真的不是改的，真的很难。因为我也有很想要放弃的时候。真的不容易。不过我很喜欢你，因为我看到你就像看到当年的我。我跟你一样的是静静的。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很努力。听话，然后呢，也有遇到挫折，但是我也看你很坚强的站着，所以我常常会在心里面祝福你，我说谢谢，哦，你加油，这次你可以过去。我常有一句话，是我在这个圈子里面，给自己的每一个阶段，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哇，好深奥。就是当你走进了一个树林里面你以为全部都是树，没有路走了，可是偏偏你一跨过去，前面有个村庄在等你。所以常常都是要坚持那下。哇！吓到了。OK， 我家里的猫，我的猫叫摸摸。那时候我还在想，可能制裁不了它。也没想到那只猫，对，它可能知道制裁是一家之主哎，它跟它特别好。真的。呀，那就整天跟着它。它会跟它撒娇。会捧它。呀，所以这它是制裁的爱妾。是男的，是男的，有地位的。呀，你的呢？你的呢？我的是我妹妹，她一直都很想要养猫，但是我一直阻止她。后来在两年前吧，她就买了这只猫。开始我还是有点排斥她，因为我很怕嘛。后来加入我们家，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多的开心跟快乐，真的。然后我也慢慢的爱上她了，然后也慢慢的就是接受了她成为我们家的一份子。我的家里那只猫叫蓝奇，它是 red 的它眼睛也是蓝色的。有机会我们两个人把猫带出来玩。我们应该把猫带出来。现在是吃饭时间是吗？为什么全部都跑出来了？哎呦，我觉得这个，哇，这个的动作很大的。有没有哪一个男艺人追过向云姐？哇，这个火爆了。